Jangan lupa subscribe ya guys, karena subscribe itu gratis. 一品天香蟹肉烩冬燕葱油泡水律蛇香草海盐雪鱼面盐烧海螺冬瓜佛跳墙果木炭烧鹅一品名嘴大盘间啲回海鲜薰衣草烧乳鸽桂花炒海虎翅南瓜海鲜中一帆风顺环球刺身拼盘金玉满等等早少啊呢啲系我为新分店设计嘅新菜你满唔满意呢 照你嘅意思做，散会。梗系识整啦，顺便俾下我添。师傅，点解呢个人嚟粤菜馆点四川菜嘅？有啲奇怪喎。睇嚟呢个系同学，想用开水白菜嚟吓我。好彩你师傅我并唔系浪得去明。 你终于后咗交俾你照顾啦！唔好过嚟啊！我系校长。大哥，一道咁普通嘅清汤白菜，点会被视为上品嘅？阿姨，白菜对我哋维村人嚟讲有唔同嘅意义。佢就好似我哋嘅亲人一样，平时唔会对佢特别感动，但系真系失去咗，就会思念嗰种平淡中嘅温暖同埋亲切。你将来。